美国是这样，就是说你还政府还没有正式交接，所以布林肯他不会有这个指挥权，对啊，所以指挥权还是蓬佩奥。其实我本来希望蓬佩奥会自己来一趟，这样，那个就更有震撼力，那个就更有震撼力。如果蓬佩奥来会更好玩呢、啊，没有错。那我觉得国民党他必须要这个。讲 他的立场，他如果继续的跟北京同一个立场、同一个阵线的话，那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都没用嘛。他已经不知不觉的在怎么讲，关键你蓝要当蓝营可以，你不能够当红营。嗯，就是说你这个台湾民众可以接受你蓝，但是不能接受你红。嗯，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去年总统大选就看得很清楚嘛，蔡英文总统为什么会赢？对，跟香港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嘛。那你当你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台湾是要站在哪边是很清楚的。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认为今年明年习近平他会对台湾的这些动作会越来越大，对，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台湾的芒果干又会出现，而且会更严重。任何一个台湾的主要政党或主要的政治人物，你想要得到大位，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都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说服台湾人的立场。你的立场是不能够让台湾人怀疑你，或者说觉得说你是在亲北京。嗯，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主要政治人物都必须要想清楚这一点。讲得很重要。拜登政府上任了啊，他如果国民党政府啊，国民党政权还是这个样子，马文君、陈玉珍什么什么的，林伟忠，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都跟北京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话，这还得了？我告诉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我都猜到他们搞不好他们都有风声，只是阻挡不了而已。没错，阻挡不了，所以要赶快发布这个美国要为他错误行为啊，这个付出代价，强烈要求美方停止疯狂的挑衅行为，然后那个中国当局啊也要这个发言。这是因为这个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搞不好还被处分，对不对哈？怎么可能随便要来就来？这是什么发言啊？你要补充。我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国民党你要把你对台湾的国家利益的想象。要能够跟这个我们这个岛屿上面，至少你要能够跟过半加一的人要一致，嗯，或者你的国家利益的想象要能够让多数的人相对多数的人能够认同，然后你再回来看布林肯他们啊，因为他们新的政府马上就会组成，我不确定是2019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不只是布林肯，包括苏立文他新未来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他们两个人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我不确定是谁，其中有一个人是这么讲的，他是好像是视讯会议还是发表文章的时候，他们讲到说，当他们看到，意思就是说，他们看到北京对香港的处理方式之后，很明确的下一个压力一定会放在台湾身上，所以我忘记好像是布林肯讲说，他说美国必须对台湾加注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他们处理。美国新政府处理台海问题或者东亚的问题，他不会完全跟拜登一样。可是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利益来讲，这个地方他不会有太大的差别。